哇，济南的空气啊，就是香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济南的谁？阿面，刚刚下了飞机啊，回来了，兄弟们，我都想死你们了。你们可知道，离开济南两天，一点都不适应。我发现还是济南适合我啊。这两天，你们可知道，我虽然在外面很潇洒，很玩得很爽，很 happy， 但是济南永远是我的家，我永远都忘不了济南。所以说兄弟们，我在外面办完事情以后就马不停蹄的回来了，现在哎呀，准备先回到我的出租房看一眼。兄弟们，激动温馨的时刻到了。当当当当当，这什么情况？我要生气了，这什么个情况啊？这谁吃的呀？也不给我收拾收拾。我以为我来到家是一个很干净的房间，没想到是这个样子的呀。兄弟们，我明天我就得发火，通通扫一空啊！哎，这个垃圾呀、啊，今天呢得给它扔出去了，一共一二三四袋垃圾。哎呀，这啥子情况呀？我就出去了两天呀，哎，这房间都成这个样子了。哇，还是济南的空气好啊，兄弟们。我阿面发誓，以后不确定的消息，阿面坚决不离开济南。以后济南就是阿面的家了。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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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，我 Q 总都知道来迎接我了。OK， 兄弟们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再见，拜拜。